倒下去的一瞬间还套路了一个，坚果已经够能扛的了，铁门其实稳稳能扛，但是很可惜呀，面对了一个投手就没办法了。能不能来一个倭瓜什么的呢？要是能来倭瓜套路一下就舒服了呀。还有1000多阳光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倭瓜不行，武王也可以呀、来个机枪可以啊，先给下路干掉。剩了3个钉耙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歌颂这种平凡，依然时常不换，堂中如山听起来也不自然，回头去看，这是说那些些反而才亏欠的情感。哦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，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，足够我起来了。哎呀，下路也没来演员，最后时刻武王救场，这也太 easy 了。还有2600阳光， OK OK， 梭哈中路吧，中路梭哈完了，然后呢直接套路下路。怎么说，矿工吃不了，没办法，来了一个红眼，稳了，来了2个巨人，稳了稳了，差不多了，收手了收手了。OK， 轻松拿下中路，剩了1100阳光，直接来直面最后一个大蒜吧。你不能又套路我吧，哥们儿，这波放远一点，万一来个机枪或者豌豆什么的，都能稍微打一打吧。